前。快点啊，爬上来啊！这一关很难哦，我自己做，所以很难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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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快点！快点！快点 ！Go go go！ 这个是什么？还有黑色在哪？黑色，你这个这边。紫色。紫色。好配哦。紫色。还有一个。黑色。黑色。绿要胜利还是浅绿？肯定。好，要参加吗？好，绿色。深绿、浅绿。深绿。深绿。然后再一个黄色。黄色。好，谢谢。那首先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折的是钢旗。钢旗，那我们先挑一个颜色。好，那挑好颜色之后，我们把另外一个先放到旁边，先不会用到它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白色的那一面先朝上面，白色的朝上。好，第一个，我们先把它对折。对好了。好。好了之后呢，来，我们再对折一次，让它变成一个正方形。好了。好，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把它打开。好，我们先走到中间这里，中间这里有一条线。好，我们找到之后呢，我们把左边跟右边，左边跟右边，把它往中间折起来。往中间。对，我们对齐这条线。对，两边都要。好了，这是书本。它不是书，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把它变成钢琴，我们把它变成漂亮的钢琴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刚刚两边折进去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找到一个可以打开的地方，有找到吗？好，来，这边呢，我们把我们的食指放进去，把它撑开。对，撑开，然后往旁边，之后呢，这边会有一条线，那我们线要对齐下面的线，有颜色的线要对齐下面白色的线。好，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做法，左右的样子。那你知道下一个步骤怎么折吗？忘记了。忘记了。那你教完你，等下就想起来了。好，有没有看到两个房子的形状？好，我们两个房子的下面呢，会有一个可以往上折的门。好，这里呢，我们先把它对折，折到房子的屋檐下面。好，先对折。好，对折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往上，往上再折一次。对，往上再折一次。然后呢，我们把我们房子左边跟右边的门把它合起来，关起来。关起来。好，我们关好之后呢，来，我们接下来把门打开一半，打开一半就好了。好，我们把中间这个呢放下来，中间放下来。好，我们第一个钢琴完成。这个角度看像一根纸。一根纸嘛，但是你要朝着自己，这样就像钢琴了。这里中间可以卡一个小乐谱。对，那边是可以放乐谱的。好，钢琴好了，我们先把它放旁边。放旁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拿出第二张纸。第二张。第二张纸我们要做钢琴的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之后这次呢，我们把它打开，这次全部打开，白色的朝上面，白色的朝上面。好，来，我们白色朝上面之后，我们先找到一个中心点。中心点。对。好，我们这边有四个角。嗯。好，我们把四个角都往中心点对齐折起来。我就知
要对齐好哦，不然等下折起来椅子会歪歪的哦。哦，没有对齐好，没有对齐好，要对齐好，对齐好，它会是尖尖的，它会是尖尖的，要对齐，对，要像姐姐这样，要尖尖的。反过来一样，我们会看到中间会有一个中心，啊，旁边一样都会有四个角。那我们一样再把四个角再往中心折起来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会变成是直线，要去对直线。对，它很像在折东西南北，但是它还要比东西南北还要再更小。对，更小。没有东西了啦，小到没有东西。东西南北是那个是不是？什么？东西南北啊？对啊。数字那个、啊。对。好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翻面。翻面。好，翻面这次会看到四个小正方形。嗯。那我们一样再把四个角再往中间折起来。对，还要再折一次。所以我们。太小了吧。所以我们会比东西南北还要再小。折你猜猜看，还要再折吗？我猜不用了，太小了。对，不用了，我们只要折三次就可以了。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，好美女，好像嘴巴、哦、变成长方形。对的，折变长方形。我们变嘴巴了耶。我们变嘴巴了、哦，那你怎么？然后我们下一个步骤，我们就是要把它的嘴巴打开，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之后，我们把它翻过来，我们会看到四个菱形。对，然后我们菱形中间都会有一条线，有没有看到一条线？好，我们把它中间的线呢，我们用手指把它左右两边打开，打开之后呢，把它压下去，它就变成一个长方形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把嘴巴打开，嘴巴打开，然后把它压扁，它就变成长方形。全部都要。对，四个都要哦。好了。小文，你太快了。下单了，我好习惯折纸啦。小猫咪四个仔仔。来嘛，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先找到一个有一个小正方形的这边。好，我们一样会有四个折。好，我们把其中一个呢往小正方形里面折起来。小正方形折起来。好，折好了之后，我们把它翻面翻过来。翻过来呢，我们再把剩下三个，往中间折起来。在折椅子。对，是在折椅子。好了，好迷你，好可爱。我们折好之后，用手把它压一压，压一压。这么大力，不小。这才会停。好，来，我们压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把四个角来都打开一半，跟我们刚刚钢琴一样，都打开一半就好了，都打开一半。好了，那我们椅子完成。好，都完成了吗？完成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